你们假设你已经做完的哈，你要怎么交上来？一，请各位哈注意一下，在我们云端上面会多一个资料夹，就是作业上传。打开之后的话，就是今天的作业。那你要交的方式很简单，请你在这边按右键，这边有一个叫新资料夹啊，因为我有把这个资料夹权限打开了，所以你们一样可以增加一个资料夹，你有这个权限。OK，那你新资料夹。接下来，请你把你的学号打上去，啊，比如说你就是打一个学号，然后打一个某某某，好，假设是 AAA 这个人，然后按个建立，好，哎，这样的话，你的目这你今天的目录就 OK 了哈，而且上面会有一个开一个时间记录哦，还有你档案的上传的时间，还有你是谁上传的，其实都会有记录啦，哦，所以尽量哈，你不要用别人的账号。或者是说请别人帮你传，不然的话可能会有误会啊。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，因为尽量用你的账号传哦。我给它打开之后的话，然后呢把东西丢上来，丢上来很简单，你就找到我们那个 workspace。workspace 里面，因为我们是放程式是放在 workspace 里面的，我是放 test 里面的 src。那比如说我刚刚做的是这两个，啊，一个是分割嘛，一个是合并。那假如是这两个档，点 py 档。你就把这两个选起来之后啊，丢上去就可以了，放开，哦，这样的话你就等于是把你的作业缴交了。那这边当然会有时间，也会有谁传的，也就是因为是我传的，所以这边是我的讯息。如果是你传的，会显示是你的账号，而且还会有相关的 information 会显示在这里啊，比如说你可能什么时候做的啊，相关的讯息这边会显示出来，哦。然后待会如果你们已经把这个练习做完了，做完再交了啊。如果还没做完，不要急着交，没有关系，下午交也可以啦。哦，当然我只是想要让你们知道一下下一个礼拜缴交的方式，这应该没有问题了哈，只是说熟悉一下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那下个礼拜是交这份作业吗？还是全部的档？下个礼拜我会再另外说明好了。哦，OK。会进来就行。是吗？新建的一个文档，那这个行什么？是到时候要去确定的。反正你们就陆陆续续啊，我们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，前面有做过的练习哦，你就讲过嘛，你把它放在 Workspace 里面啊，到时候的话，我会跟各位讲哦，如何再把你们的作业传给我哦，那我会知道说你到底练习的情况如何哦，那你尽量。不要一下子在同一个时间产生太多档，因为那个档案本身都会有建立日期嘛，你不要同一天建立的。我尽量就是说有一个时间性哦，因为上面档案都会有一些讯息哦。啊，刚刚就是那个0101啊，这个输出的话，假如说是 number 一的话，那你如果把它放在这边，它就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它不是010203。所以我要个位数就要补零，或者未来如果要你要三个零，001002这样子，哎，那怎么做啊？基本上，当然你第一个会想到用 format，其实任何语言里面都会有类似 format 这种 function，只是名称可能或许不一样，不过好像大部分都叫 format。哦，那 format 可是 format 的规则要怎么下啊？特别注意，你们也许可以查一下。那 format 的话呢，基本上哦一样就是。把那个第一个规则先加上去，那我先把 string 拿掉啊，也许前面再补一下。它的 format 一定要给它一个 format 的规则。那规则我前面讲过，一定习惯上一定是两个双引号，两个大，就是再加一个大括弧，再加一个冒号，这是基本的。好，那如果有两个整数的话，记得哦，是比如说一个 d 的话就放一个整数了哦，因为后面是一个整数。那如果我今天是要放什么两个整数，两个二 d 的话，那它会帮我怎么样空一个空白在前面。可是我前面如果不要是空白的话，那你要告诉他说哦，前面不是要空白哦，你请你帮我在前面补一个零，补在哪里呢？补在空白的地方。所以这边请你再加一个大于的符号，意思就是说帮我把这个零补在空白的地方。他这个叙述还蛮有趣的，哦，应该可以理解吧？哈，他用这种方式在做叙述，哦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他就帮我把那个零补在这个，就是前面如果有那个就是空白的地方，
OK， 就这样叙述哦哈。那后面呢，你再加一个点 format 就可以了。啊 ，format 后面呢，你就再把什么呢？把那个 number 给放在这个后方，它就会帮我把这个 number 的一好了哈，丢到这个 format 之后的话，它看到要两个字，那两个字的话可能变成说一个空白加一个一。那因为呢，前面你又加了这叙述，它就把这个零啊补到这个，因为前面有空格，就帮你补一个零，就变零一了。OK， 以此类推啦、哦啊、如果你将来要三个字，你就三 D， 然后前面也是补零，它一样就零零一，以此类推啊、哦。细节部分如果还不够、哦、不够清楚，你网络上查一下，应该都有这个 format 哦。只是说我觉得还是用比较好理解的方式去理解啦，就不用特别去背它，就很直觉。像 format 常用嘛，如果这个 format 不会的话、哦、很多地方都会出问题啊。OK、哦、所以这地方好了之后的话呢？我们来试一下、哦、format 这个地方、哦、关键、哦、执行一下看不 OK、嗯、合并完成、欸、有没有010203一直到201了，就两位数字了 OK。 那最后当然呢，你也可以再把有合并就可以再把它有分割就有合并啊，合并又合并回来了、欸、又有个 CSV、哦、非常方便、哦。那当然，未来你也可以再做个界面吧，反正点一下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哎，事情就搞定了，这个还蛮好的哈、哦。那最后，如果你这个做完之后哈、哦，一样就再把它什么传到那个云端上面去哦。记得，嗯，咦，存存呢？来，啊、哦，动作最快的，哦，好，那画面还给各位一下啊。反正先建哈，至少就是动作比人家快一点嘛哈。当然你建的越快啊，表示你平常这个注意力哈越集中嘛哈。啊，另外脚交当然应尽量啊，如果可以的话就早一点交，不要急着交，请你先把这个程式先理解了，先做完了啊，尽量就是说不要完全一模一样哦。我是不太希望你们都直接贴我的程式，那贴我的不就是直接尽量就是你用你的方式去写哦，尽量跟我不一样是最好的，不要完全一样哦。